红色套装，红色高跟鞋搭配桃红色名牌包，就连口罩也是红的。资深艺人白嘉莉反台，明星光芒盖不住，民众一眼就认出他。所以以前不用戴口罩的时候，很多的明星都要戴着口罩，是吧？怕人家认出来。现在太好，大家通通都戴着。白嘉莉，你好。尽管经过长途飞行，但他还是精神奕奕，粉丝不仅送花还抢着拍照签名，他来者不拒。适逢武汉肺炎疫情扩散，他也做好准备，身上至少带了两副口罩。我准备很好，我戴了口罩，而且呢，我想我要说的就是说，我觉得我们国内大家的心理准备都有，而且你看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防范，就是说要常洗手，戴口罩。旅居海外41年，被封为最美主持人的白嘉莉决定落叶归根，回台定居。这次她带了70幅画作回来，不仅月底有新书发表会，下个月还有画展。至于被问到是否复出，她直接说不可能，目前只想写作画画做慈善。